哎，铁蛋你在干嘛？哦，这不是很多粉丝朋友收到过出个混搭装，今天不就给你们安排上了吗？它里面有香辣彩椒酱、选用的都是新鲜本地辣椒，现做先发，吃起来口感那是鲜香脆爽，香香辣辣的。它是一款中辣香辣款，来看看我们家剁椒贡菜，选用的新鲜台杆菜、晒干之后，搭配上剁椒自主而成，吃起来口感嘎嘎香，嘎嘎脆，拌饭配本燕粥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喜欢吃嘎嘣脆的，很推荐大家来看看我们家茶油外婆菜，香辣的口味微辣款，融合了四季的干菜，搭配上茶油和菜籽油炒制而成的口感丰富，配料多样，下饭神器。来看看我们家黄瓜皮，都是选用脆脆晒干的黄瓜皮，搭配上辣椒和豆豉自主而成，香香辣的，像平时大鱼大肉吃